啊，读给你们听。是认识大家就从那个去年的十一月就开始，在冬季，我们互相温暖、互相支撑、互相的理解、相互包容。我希望下一季，不管下一季哪一季，都有你们，好吗？短短几个月的时间，对我个人的改变来说，真的是超越了之前20年。与其说我成长了许多，不如说我们一起成长了许多。2016年，我有了一些特别的东西，我有了特别的你们。因为在今天之前，我还是一个怎么讲，野孩子。有人说，我成为你们生活中的一部分。其实，你们也成为我生活中的一部分。你们都说我是糙汉子，是吧？谁说过我是糙汉子？然后我们直播里，这个我承认。用你们的话讲呢，就是那个接地气的男孩。确实啊，我想不出特别华丽的词汇去形容你们，我真的只能就说一个字：好。真的是好。我想不到我生命里除了就是我自己的父母、亲朋好友，还有谁会这么无缘无故的来对我好？我很多时候啊，我自己也在想，就是我凭什么让你们这么喜欢我？然后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回想、反省，我想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得到这么多人喜欢我？这个问题我想很长时间。但是我后来想过来，我发现其实喜欢嘛，就是喜欢，爱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理由，我就是喜欢这个人，我就要跟着你。我说一下我要做的啊，我要做的就是努力努力再再。我如果能做到100分的事情，我一定以200分的目标要求自己。希望有一天我能够给你们足够的安全感，不会再因为一点风尘小动的这种小事就替我着急。我觉得我也是你们最大的底气。对呀，所以我一定会努力，我要做得更好，我要让你们出去讲话的时候有底气。这对谁都是公平的，他把最珍贵的你们给了我，自然让我去拿出这点时间去付出。所以我觉得这期间我经历的所有的磨难都是我带来的，我没有资格去抱怨、去诉说。我不仅是个女人，我还是个男人。我希望你们在疲惫、在困惑、在一些迷茫的时候，也能跟我说、跟我讲。我希望我在这方面能找到一些存在感。这些都扛不住，我怎么配得上你们对我的爱？有一种责任感压在身上吗？因为以前一个人，我可以，我做事可以不管不顾，但是现在身边有这么多人看着你、望着你，你可能最后。感谢你们对我一路的陪伴，我一定是未来的主，我们一定是未来的主。我希望我们都有更好的明天，因为我从来不去跟任何人证明我很爱他，我从来也没有跟你们讲过我爱你，因为我不想证明我爱你们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需要证明的爱都不够纯粹。最后我再说几句自己心里话，我想说，如果陪我到最后的是你，一路风雨也没关系。如果陪我到最后的不是你，我们的点点滴滴我一点都不会忘记。然后如果最后你会回来，晚一点也没关系。谢谢你们。